您好，我是小杨老师，感谢您使用本系统教学课程。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，您可以在任何的地方、任何的时间学习本系统。老师将带领着您认识弹琴的每一个环节。如果您遇到有不懂的地方，很欢迎您来信或使用 LINE 留言给我。感谢您，谢谢。您好，请翻开讲义的15页，为您介绍合流的左右手合手练习。弹奏歌曲的时候，应该先分析歌曲的调性、节奏还有拍点。以合流为例，左上方显示 key 等于 C， 也就是把 C 当成哆来弹。四分之三表示以四分音符为一拍，每一个小节有三拍，通常会显示为华尔兹。再来，我们来看歌曲旋律的部分，最小的拍点为一拍以下。接着来分析歌曲的段落，这四行谱里面上面两行跟下面两行为对称的关系，也就是会了上段就等于会了下段，不一样的地方在最后收尾的地方。和弦进行的部分只有 C 和弦跟 G 和弦，所以同学可以针对这两个和弦做左手的切换练习。左手跟右手合不起来怎么办呢？建议同学练习的目标放在下面的合手三步骤。第一，先观察右手，旋律的部分只有 Do Re Mi Fa 四个音，所以建议同学把你的右手放在 Do Re Mi Fa 的位置，数字等于指法，利用触觉来控制旋律。练习左手的时候，同学可以针对 C 和弦跟 G 和弦做切换，在弹奏左手的同时可以跟着唱右手的旋律。最后在合手的时候，建议同学多看着谱，想象琴键的位置，跟唱旋律可带动右手去跑位，而左手尽量可以用您的听觉来控制。最后提醒，弹琴时您的左右手好比开车的后照镜，随时可以看得到，但您不会盯着它来弹。左手有需要切换的时候，眼睛提早去瞄一下位置即可。好，我们来练一下合手三步。首先呢、它的旋律都在这里，一二三四，所以你遇到三就用中指，遇到一用大拇指，手放在这边不动哈。然后左手帮我练第二颗星星吼 ，C 掐掐 ，G 掐掐。同学请注意，这个绷下去要粘着，粘在上面，然后再掐，这样才会好听。不要弹成这样，哦，这样手跳起来也不好。所以手的这个左手动作越放松越好，然后掐尽量整齐，啊、建议先不踩踏板 ，C 掐掐 ，G 掐掐。可以的话唱好了 ，Mi 掐 Do Mi 掐 Do。咪恰哆瑞恰恰。好，同学弹的时候，最后的目标是啊，多看谱，然后啊，让你的右手大于左手哦，哈。同学十五页的重点啊，大部分的同学都已经可以合手，请把注意力坐在接合。好，这个地方就是弹的时候已经看到这里了。好，如果你对键盘不熟悉，你回去可以贴贴纸，这个是 C， 这个是 G， 或者你就是贴两个符号，这样会提醒你怎么换。好，啊，那同学在换的时候轻松一点。
好，那你把注意力坐在看着谱，然后右手声音大于左手，这个很重要。然后该满一拍就一定要满一拍，这样叫没有满一拍，所以压着二三二二三。上下两句是一样的哦。接下来请翻到讲义的14页，我们来做节奏的练习。也是，好，来，我们今天主题要来打蹦恰蹦。首先呢、啊、先帮我练一下右手，来，右手它会是这样弹 C 和弦，所以从无名指起，哆手咪手哆，没有手指头，跳中指，所以你要练一下哆咪这个转跳指，然后顺势而下，二三二五，好，这个二五呢是你要记在手上的，二三二五一，所以你的第一个目标是可以看着谱，然后也可以照顾到右手弹出来。好，今天最重要的节奏，帮老师打这个节奏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圈圈是小拇指，叉叉是大拇指，你把它转换成一种声音，叫做蹦恰蹦蹦恰蹦。好，你的目标啊，合手三步，所以啊，你的右手可以大概看着谱弹出来，哆嗦咪嗦哆，跳咪瑞咪瑞嗦哆，右手练手，练手以后不要急着合，你打左手唱哆嗦咪嗦哆咪恰蹦，连空拍都唱出来，瑞咪瑞嗦哆恰蹦。好，那合的时候啊，左手先启动，然后建议你先合后面一拍，用眼睛帮忙，瑞咪瑞嗦哆恰蹦，最后合起来，所以好，所以我们下次的功课听这样。好，所以我示范整句的，左手先启动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恰蹦瑞咪瑞嗦哆恰蹦。左手的节奏练习共有五个关卡，难度越来越增加。初阶的同学把第一个节奏打熟即可，有兴趣可以慢慢练上去。请记住，左手熟练后，右手再来弹，这样才练习得到左手的节奏。好，同样如果有兴趣练第二种啊，是这样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就不要弹了，弹六哦，所以蹦恰蹦，嗯，蹦恰蹦。好，所以第二种同学可以预习看看。来，同样第三个节奏，我们来做左左右右这个感觉，那一样练八个拍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然后手凹起来是为了好拍，弹的时候还是要放在上面，不要腾空，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来第四种啊，同学，我们来做一下今天的主要的十度伴奏，只是把它变成节奏哦。好，所以一二三四，然后五的时候好像被电到，五六七八，所以也只有这三指哈，一二三四六七八哆嗦咪嗦。第五种，我们来做一下这个有附点也有蹦恰蹦，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你的目标是让你的左手不用照顾，所以你必须去练大拇指换小拇指的距离，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哆嗦嗦嗦嗦。